嘉华大师按摩椅，关爱脊椎健康，真声音油，奥嘉华独家冠名。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奥嘉华真声音，本节目由奥嘉华独家冠名，奥嘉华大师按摩椅，关爱您的脊椎健康。各位好，我是依依。组内考核战可谓是高手云集，难分伯仲，让导师们抓狂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呢？真声音独家镜头立刻为您揭晓。一边是规模强大的最强战队，一边是全员一心的地表最强。善变之神陈奕迅、周杰伦两导师的队内考核，自然少不了火星撞地球般的紧张感。不过导师自己的观点却是，我们想说就是要带来这种轻松的气氛，前面几期就是我们还是有点紧张的状态。音乐第一，友谊第二，至于胜败还是先别想那么多吧。从两位导师的备战状态来看，这种态度贯彻得相当彻底。努力卸去心理包袱的同时，对于巅峰之战的音乐水平，导师们仍然一丝不苟。为了搭配七位学员的不同风格，陈奕迅导师请到了李荣浩、杨千嬅、黄韵玲、魏如萱四大助阵嘉宾，每一位都极具分量。青少年的跌跌撞撞才找到终点，当我纵身一跃在风里飞，当我不顾一切困难在后面追，再来一遍，当我纵身一跃在风里飞，当我不顾一切困难在后面追。 OK， 来，我记得他在第一版的时候，他有一个就在唱不要轻易就是现在后面飙，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就是要不要让他在后面这一段唱。好啊，现在快要间奏了。对啊，试试看。好，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因为他也是短头发的女生，我特别喜欢短头发的女生，所以一看到他就觉得很有亲切感。我请的嘉宾就是比较有个性，不是一般人。对。而在决战舞台上，四位驻唱嘉宾各显神通，风格各异，却又同样精彩。真的很危险，而我平常有运动，因为我踢到云里面的铁，所以很危险，我什么都看不到，我以为自己是仙女啊，刚刚你知道吗？嫦娥，嫦娥。我不是嫦娥，只是仙女，好不好？舞台上的嘉宾们倾囊而出，为了帮助陈奕迅战队的七位学员不遗余力，毕竟作为音乐伙伴，还有谁能比他们更懂得伊森老师？伊森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就是当你在看到他在怎么样对他学员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原来他平常自己在准备自己的唱片那些功课的时候应该也是这样，就是花很多很多的力气。在这里他变成一个老师的时候，他会将自己在制作方面的另外一面表现出来，比较小在幕前看到。他真的是每一句每一句其实他都亲身去教，亲身去带，自己睡眠时间都不够，用生命在。太过分了，有点那个强迫症。六轮对决之后，萧凯燕、叶小月两大实力派女将最终杀出重围，获得了代表陈奕迅战队放歌鸟巢的珍贵席位。泪洒舞台也好，含笑告别也罢，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散尽了最后一份光和热。这个舞台没有失败者。Hey Jude， 谢谢。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再见，严俊。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加油吧，预备。谢谢你。To make it better. 谢谢伊森老师。Hey Jude, 谢谢你们。跟这个夏天的四位老师们告别。谢谢所有支持我的。
谢谢古洁莹。我觉得我没有输，我觉得我自己 也挺厉害的，然后我也在这两首歌里面打动到了我自己，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输啊。反正我现在18岁，可能我26岁的时候也是可以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去帮新的歌手，可能在准备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可以安定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是从新人走过来，我知道那个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其实是很恐惧的。开心啊，很开心啊，得到自己偶像的认可，谁不开心？我唱的挺爽，没有觉得有任何遗憾。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张哲，因为我是玩乐器嘛，对，所以觉得感觉应该可以玩很多不同的东西，是吧？唱得很尽兴，也很尽力，把它发挥到极致，我真的挺满意的。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女生，然后也非常的谦虚，也很有礼貌。在跟她一起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她的稳定度也很够，所以我觉得跟她一起在台上其实就是真的很享受。觉得很遗憾没有表现出一个很好的表演，再一个就是不能再和他们天天这样待在一起玩，也不能再去跟伊森老师一起打打闹闹的这样。我没有感觉到压力，我是觉得非常荣幸，非常开心。杰贝跟小月他们都是两个风格很不一样，但是在我自己的跟他们合作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很开心，因为他们我可以找到一个在舞台上的一种新的感觉。现在感觉只有累，真的，因为其实大家都很累，现在想都给他们一个拥抱，他们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也在成长，所以他们真的是没有让我丢脸。而在下周，周杰伦的地表最强战队刘欢领衔的欢乐抱团也将迎来组内巅峰对决，谁将成为进军鸟巢的最终代表？大战尚未结束，精彩仍在继续。欢迎回到奥嘉华真声音，本节目由奥嘉华独家冠名，奥嘉华大师按摩椅，关爱您的脊椎健康。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奥嘉华轻松一刻快问快答。他一直说我唱得特别好，然后一直鼓励我，可能他没有把我太当学生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就只是要一起唱好这首歌，把它发挥到极致。李荣浩老师他在就是来之前就知道我很吃惊，就上台之前他就跟我说过，我看过你视频，你怎么怎么样，我聊了一会，哎呦，那时候那叫一个开心，感觉很过瘾。二一，在你后面，我们是你的脊椎，你老是这样长时间工作，我们很辛苦哎。看我的。Ogawa 有 4D 温感机型，模拟大师手法，1.35米超长导轨，照顾你的每一块脊椎。谢谢你 ，Ogawa 御手温感大师椅。Ogawa 由快手 APP 举办的“人人都有新歌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网友们的精彩新歌声。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想要问你为何头也不回，只留下满街的玫瑰。我在舞台上等等风洒向我肩膀，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妈妈的话，我少年在陪伴着我，给我一句爱歌唱的你，赶快行动起来吧！上快手 APP 中国新歌声专区，你就是下一个新歌声。今天的精彩内容您看得还过瘾吗？奥嘉华唱响新体验服务大升级，按摩椅换新活动全球进行中，参与浙江卫视中国蓝官方微博互动还有机会赢取唱响椅一台。想知道究竟谁能够进入鸟巢巅峰之夜？下一周在收看中国新歌声的同时，别忘了无缝锁定奥嘉华真声音，我们不见不散。